各位观众，今天我看到同学们提出一些修学上的问题，我们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说明。第一个问题，也是多数人呢都有的共同的问题，他说我们常见有许多佛菩萨的形象供奉在寺院或者是家庭之中，供接大家了膜拜。那问题是问呢，这个供佛菩萨形象就拜佛菩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？那么拜佛菩萨与拜神有什么不同？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拜佛菩萨以及拜神明啊，才是正确的？这个问题我想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，因为迷信带给社会是负面的影响，敬天敬神在中国是几千年来的习俗，对于社教它有正面的作用，决定不是迷信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的。佛法是私道，它不是神道，所以佛教是教育而不是宗教。那么在佛教里面，可以说是在几千年前他就懂得艺术化的教学，所以我们在寺院南堂之中所看到的佛菩萨的形象有塑像，有彩画的，形形色色，种类甚多。在佛经典里面，佛曾经设了一部万佛明经，在台湾过年期间呢，还有不少道场啊拜万佛。在这部经里面，佛给我们讲了啊，有1200多佛号，诸佛名号，菩萨还不在其中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这许许多多的佛号啊，都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呢自信本具的德能。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说，大家就晓得了。譬如释迦牟尼这个名号，这个名号是梵文呢音译过来的，释迦是仁慈的意思，翻作能人；摩尼翻作极灭，就是清净的意思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仁慈跟清净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德能。那么这个德能呢，一定要用这个名号把它显示出来。我们听到这个名号了，
就要知道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仁慈，对自己要亲近啊，以亲近心呢对待自己，以慈悲心对待别人，这就是释迦牟尼的意思。所以听这个名号或者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形象，提起我们这一个观念，这就是教学啊。这是艺术的表法啊，用这种方式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性德不断向外流露。菩萨的名号是修德啊，也就是佛菩萨是我们本具的这个德能，本具的德能现在我们迷失了，并不是真的失掉了，是迷了。迷了之后啊，这个自信的性德就不能现前。譬如我们本来是慈悲的，是大慈大悲，现在我们对人对物啊，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自信本来是清净的，现在一天到晚是妄想纷飞，啊，妄念不断，带来了无尽的烦恼。这就是我们性德丧失了啊，迷失了。怎样才能恢复呢？那一定要靠修行。所以菩萨代表是修德啊，就性修不二啊。修德呢也是无量无边啊，因为我们迷得太广了，迷得太深了，因此这个修德的方法理论呢也就无有穷尽了。那么代表修德就用菩萨啊，代表性德呢就用佛。所以诸佛菩萨名号形象都是启发我们性修的作用，我们供奉佛菩萨形象目的在此地。这是我在过去讲习当中常常跟大家说明的，我们佛教徒佛弟子供养佛菩萨形象啊，不外乎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纪念的意思，佛是我们根本的老师，我们接受他的教育，得到这个教学的殊胜功德利益，对于创始的这个老师我们总是感恩念念不忘，所以这是属于纪念的意思啊。所以返本报时啊。第二个意思就是要向他学习啊，所谓是见贤思齐，我们见到形象我们要学他，听到这个名号我们也要学他啊，这是我们供奉佛菩萨形象啊应该有的心态。我们懂得它真正的意义是在此地，所以这种供奉决定不是迷信。诸佛菩萨很多啊，譬如我们供养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是代表孝敬，孝亲尊师啊，所以看到地是心地，藏是宝藏啊。我们每一个众生心地都具足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这就是地藏的意思啊。所以供奉佛菩萨形象呢，要开发我们自信的心地宝藏。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呢？用教育啊，用教学。而教学的根本就是在孝亲尊师啊，所以《地藏经》啊是我们佛门的孝经啊。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地藏学起啊，这是供奉地藏菩萨的意义，并不是说我供奉地藏菩萨，天天拜他，天天供养他，他就来保佑我，那你就是迷信了。你的信德永远
不会现前。啊，那用什么样的态度呢？要学习地藏菩萨。啊，地藏经里面讲的理论，讲的方法，理论要彻底明了，方法呢要切实去做到，这就是地藏菩萨真正加持我们，真正保佑我们。可见的，如果我们不明其理，不依照方法去奉行，那是迷信，那是丝毫利益了都得不到，不但得不到啊，反而有过失。这个过失从哪里来呢？过失是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，去贿赂贿赂他，巴结巴结他，以为就能够保佑自己，这个是谈条件的，所以把佛菩萨了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。你想，你这种心态就是罪恶，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明了的，决定不能够有错误啊！那个错误真正是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至于拜神，拜天神啊，天地鬼神，这在中国古礼上都有，这个是修净啊。我们对于天神鬼神呢，也毫无所求啊，毫无所求。为什么要拜他？我们要尊重他，我们要尊敬他啊。敬这一个字是信德啊，怎么样培养这个信德，怎么样把这个信德发扬光大啊。我们对于天地鬼神这份恭敬，要把这个恭敬心用来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这个是古时候祭祀天地鬼神真正的意义，都是属于教学啊，绝不是有求于鬼神啊。这个是有求于鬼神呢，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。在古时候最初这个祭祀意义里面呢，没有啊。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。那么第二个问题，他问的是常见有许多人买这个鲜花水果这个贡品啊，或是在寺院，或是在家庭当中供养这些佛菩萨啊，那么同时也烧香啊，也点蜡烛啊，那么这些求佛菩萨保佑平安健康，是升官发财啊，这一些他真正用意在哪里？佛菩萨是不是需要这些东西？给诸位同修说明，佛菩萨决定不需要这些东西啊。那么这些东西真正意义在哪里呢？还是在教学。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，这些种种供养具啊，就是教学的工具，让我们接触这些东西就能有所感触。比如我们在佛像面前，这个佛像的意义大家知道了，供佛是代表这个自信的信德，菩萨是代表修德。通常我们供奉一佛两菩萨啊，因为信德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啊。修德呢，那就是多方面的，多方面把它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两大类，一个是知，一个是行啊。在佛门讲解行啊，一个是解门，一个是行门，所以用两大菩萨做代表啊。这个王阳明先生讲的知行合一，实在讲都是从佛法里面得到的启示啊，得到一些灵感。知行这两个字就是佛家讲的解行。那么解门啊，譬如
我们常供的，一般人常供啊，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、文殊普贤菩萨，啊，这是一般人常供的，这是佛菩萨形象。佛表性德，文殊普贤表修德，文殊表解门，它代表智慧。普贤代表行门，啊，代表要实行，要实践，啊，所以这两尊菩萨就全部都代表了，啊，那细分呢，那就很多了，啊，那么像修净土同修呢，多半供养西方三圣，啊，佛是供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意思是无量居，阿是无的意思。弥陀是量的意思，是无量啊。佛是觉悟的意思。那么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没有一样不觉悟。啊，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心得。而菩萨呢，这表修德是观音实质，观音菩萨代表实行，啊，代表行。大势至菩萨代表啊解，啊，代表智慧，所以还是一个行一个解，啊，但是净宗法门是把行摆在前面，解摆在后面，啊，这个是跟供养一般这个佛像不相同的地方啊，我们注重在实行，把实行摆在第一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意思，就不至于发生了错误的观念了。啊，那么佛像前面供花，花是代表因，啊，所以因与果，事出世间法都离不开因果。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啊，为什么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呢？因果是讲这一切万法它的转变，啊，因会变成果，果会变成因，啊，它这个因果互相转变，相续不断，所以因果是讲的相续不断的意思，是讲啊这个无量无边这个变化的意思，这个是事实的真相啊，所以说因果不空啊。那么先开花后结果，花是因呢，果在后面，所以供花呢是代表修因，花好我们就能够预想到果会结得好啊，所以见到花呢，你就要想到我们要修善因啊，将来以后才能够得好的果报啊，花表这个意思。那么供果，果就是代表的果报，是我们所希求的啊，花是我这是美好啊，我们要修的啊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花代表六度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这叫六度之花了啊，然后才能够得到圆满的果报，所以供花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在佛前供的这个花表这个意思啊，你明白了，就像学生在课堂上课啊，懂得哦，花是代表因行。那么离开这个佛堂之后，我们在外面所看到这些花有没有这个意思呢？都有这个意思。所以懂得佛法，只要看到花，就提起自己一定要修善因，要修好的因啊，乃至于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印上这些花纹的时候，看到花就知道自己要修行，用这个方法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，要修好因，要修善因，才能够得好的果，得善果。
这是供养啊，这个鲜花回这个水果的意义。那么供养这个食品，实在讲呢，没有什么不太重要。啊，食品是表示自己一点尽心，啊，我们需要好的饮食。啊，我们也以好的饮食供养佛菩萨，啊，这是一个纪念的意义，啊，也是有表法的意义。烧香，啊，香代表性香，啊，是一种信号，啊，这个在古时候应用的非常的广泛，啊，最明显的。诸位如果到中国大陆去旅游，总免不了啊，要到长城去参观。你看长城，每一个一段呢，有一个烽火台，这个烽火台传递讯息的。烽火台实在讲，就像一个香炉一样啊。啊，古时候资讯不发达，用什么方法传递消息呢？就用烽火。啊，烧的是狼烟，啊，狼烟呢，它这个密度啊，跟一般的不一样，风不容易吹散，啊，所以这个烟能够持久。那么在远处看到了，啊，这个地方有烽火，就晓得那个地方有状况发生了，用这种方法来传递消息。那么我们用这个来表法，就是用烧香呢。用这个表法，我们跟诸佛菩萨了来传递消息，来感应道交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但是真正的这个含义呢，我们常讲啊，戒定真相，啊，五分化身相，那这个意义就深了。你懂得这个意义啊，这个烧香啊，你能够提醒你学习的东西就更多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烟，闻到这个香味呀，就想到自己要修戒，要修定，要修慧啊，所以它代表啊是戒定真相啊，代表呢无分法身啊，无分法身前面三条就是戒定慧。后面两条加上解脱之戒啊，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提醒我们，灯的意义是象征着智慧光明啊。古时候用油灯，用蜡烛，这个意义就更深、更明显啊。油灯。实在讲真的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，蜡烛是特别的明显啊，这是教给我们，我们要求智慧，要能够舍己为人啊，以自己的智慧，以自己的体力，以自己的技能服务社会，帮助一切众生，而不求报酬，这是佛教导我们的啊。所以这个烧香燃烛啊，是表这个意思啊。那么真正这样做，自自然然得到平安啊，健康长寿啊。至于升官发财，这是你命里面所有的啊，这个命中所有啊，这要讲到因与果的关系了啊。你命里面没有的，佛菩萨也不能赐给你啊。如果你命里头没有财，佛菩萨可以帮助你发财；你命里头没有官位，佛菩萨可以赐给你高官。那这个因果定律就被推翻了啊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诸佛菩萨
慧再大，能力再强，也没有办法改变因果一丝一毫。世间法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，佛法还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明了的。《法华经》一尘因果，《华严经》五洲因果。啊，你看看，一切经论呢，都离不开因果的定律。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，必须要明了。佛菩萨能不能帮助我们发财呢？他能。啊，怎么能呢？他教给我们发财的理论，教给我们发财修学的方法，我们明了理论，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，那你自然就得到了。啊，不是说他教给你，你就直接能发，你自己要去做。啊，譬如说你要想吃瓜，他告诉你怎么样去种瓜，怎么样去选这个种子，啊，怎么样去培养这个土壤肥料来调节。啊，来栽培，教给你这些技术，你都能照这样做，那将来你一定有好的收成嘛。啊，不是说你求瓜，他就拿个瓜送给你了，没这个道理啊。啊，那就变成迷信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呢要搞清楚、搞明白的。啊，他真正的用意在此地。啊，至于求平安、求健康，佛也教导我们啊，怎样才能真正达到啊自在、幸福、美满？这里面就包含了平安、健康、长寿了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要顺乎自然，所以佛给我们讲啊，自在随缘，你就能得到了。随缘两个字，意义非常之深。譬如现代人所讲的环境的生态啊，环境生态这是大家都晓得的，在这个地球上，无论是动物是植物，它都有相辅相成的这一个事实的存在。如果某一方面受到破坏了，一定影响啊另一个层面。这些道理事实现在人都懂得啊，因为我们的生活自然环境啊被破坏的程度啊已经非常明显了啊，有许许多多动物，不但是动物，连植物都没有生存的环境啊，这就是有一些植物动物啊必须在这个这一个时代里头会消失掉了啊，那么这都是出自于啊这个生态环境的不平衡。我们人的身体、人的精神啊，肉体这一部分是生理的，还有精神这一部分呢也是跟大自然一样，没有两样。如果你能够顺应大自然，那你就一定是健康长寿啊，你会生活得很愉快。如果违背了自然，那你是破坏自然的生态，你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疾病痛苦啊，乃至于一些灾难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啊，这个要懂得啊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啊，心是清净的，心是空虚的，
它决定是有，但是你找不到。所以佛法常常用啊轮来表法，来代表，轮是缘啊，缘现在大家都晓得，缘有缘心呢，缘心在哪里呢？缘心决定有，但是缘心不可得。你说它一个点，那点已经变成面积了，所以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原先是个点，决定是有，了不可得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心要清净，心就是原心的，就是宇宙的中心的，也是我们一个人生命的中心。心既然是决定有，了不可得，你心里头要含着一点东西，你的心就坏了。我们心里面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忧虑，有牵挂，你的心坏了。你已经与自然的原则相违背了。如果你能够把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忧虑、牵挂统统放下，你的心就恢复正常了。这就随顺自然的法则了。所以心要清净，决定不能有东西。身呢，身要活动，身是云舟啊，舟是动的，那要不动啊，你就坏了，你就违背自然原则。所以身要动，心要静，这是养生之道啊。这是养生的真谛。可是现在，特别是富贵人家，与这个道完全相违背。你看心要清净，心要无一物，这个禅宗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，这是讲心啊。他心里面呢，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是无量无边，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。那么身呢，需要动，所以活动嘛，你要活就要动啊，你不动就不能活了。可是偏偏呢，他身不想动，心不能动，偏偏在动，身要动，他偏偏不动，于是他身心呢，怎么能避免疾病的发生？这个疾病从哪里来？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佛法里面有一种修行的方法叫拜佛，用这个方法来修行，每一天拜几百拜，甚至拜几千拜的，有人拜的最多的拜三千拜。你看拜佛，身在运动，每一个部位都运动到，养生的。除了拜佛之外，劳动劳动是养生。心清净，心里面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没有忧虑牵挂，这个人自然是幸福、健康、长寿。所以佛法他给你讲道理，他教给你方法，这些方法都是与事实真相，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相应。
啊，他告诉你这个，你才能真正得到健康长寿。至于福报，那是另外一桩事情。富贵人可以得到幸福美满，贫贱人也可以得到幸福美满，可见的幸福美满人人是可以得得到的，不在乎富贵贫贱，与富贵贫贱不相干，富贵贫贱是修德，你比如有财富，财富从哪里来？财布施得来的，财布施是因啊，得财富是果报，你修因一定得果报。如果过去生中或者现在没有修因，你想发财，财从哪里来啊？那不可能的。这段事情诸位多了凡思训就能够明白，真的是一饮一珠莫非前定，命里面有的丢都丢不掉，命里没有啊，求也求不来，佛菩萨天地鬼神也无可奈何，你去求佛菩萨求鬼神求发财，果然发财了，说实在话那还是你命里都有的，刚刚好在这个时候碰到了，机缘碰到了，不是佛菩萨有灵啊，佛菩萨鬼神要真有灵，100个人求发财，100个人都发财了，那才叫真灵。100个人求啊，99个发财，还有1个人没有发财啊，就不灵了。我们的头脑要冷静啊，不要被人欺骗了，更不可被鬼神欺骗了。被人欺骗还情有可原，被鬼神欺骗了，那是不能原谅的事情啊！所以总要有理性，要有智慧呀，去观察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，所以这供养诸佛菩萨那些供具，都是表法的，并不是他需要的，使用这些东西，就用这些道具。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让自己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念念都能够达到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要达到这个目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些供养具确实有它的必要。那么最简单的供养具，你比如说家庭清寒，没有能力备这些供养具，那我们在一尊佛像面前，最简单的过这个供养呢，就是一杯水，这是供养具里头最重要的，水代表什么？水代表心，水要清净。表清净心，水不起波浪是平的，代表平等，所以供养这一杯水，看到水就想到清净平等，这是供养具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你甚至于不烧香不点蜡烛，也没有香花水果供养，但是不能不供养一杯水，这是供养品里头最重要的，它代表的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看到水就想到自己，在这个一切环境境缘当中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当中要知道修清净平等。清净平等心就是佛心，就是真心。那么第三个问题。也是现在普遍的一个现象，他说一般人在正式供养佛菩萨形象之前，都要举行一个开光仪式，
那么开光究竟是什么意义？有没有必要？开光了，这个佛像就灵了，那不开光呢，佛像就不灵了。到底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替佛菩萨形象开光？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在讲经讲习当中啊，也多次的提到。现在这个一般开光啊，已经去向形式迷信了，把开光的意义啊完全丧失掉了。实际上开光这桩事情呢，非常重要。它真正的意义，就是说明我们供养这一尊佛菩萨形象啊，意义之所在。这个事情，就如同我们世俗间一个伟人的形象，我们建筑成就了，举行一个开幕的典礼，在典礼当中一定要向大众说明说明这个人他在世的时候丰功伟业，他对社会大众的贡献，对国家民族的贡献，交代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使社会大众见到他的形象，就生起效法他的这种信念。这就是佛教开光的意义。譬如我们供养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这个像啊造好了，造好之后啊，我们要启用了，这供养启用了，在启用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向大众说明我们为什么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供养观世音菩萨意义是在哪里。那么借这一尊像开发我们自己自信的光明，就不是人替佛菩萨开光，是佛菩萨形象啊为我们开光，这意思在此地。如果说这一尊佛菩萨形象请一位法师来给他开光，他就灵了，不开光他就不灵了。因为有很多人找我去开光，给佛菩萨开光，我就老实告诉他，你也不要供养佛菩萨了。他问为什么，我叫他灵就灵，叫他不灵就不灵，我比他还灵啊，你供养我就好了，你供养他干什么，你想想对不对，这叫迷信嘛。所以我也可以去装模作样比划比划，我这个一帮他的一笔画他就灵了，你们想想我岂不是比他更灵吗？连这个这一点都想不通啊，那你是愚痴迷惑到极处了啊。一个头脑冷静聪明人一看就恍然大悟，就明白事实真相了我说是替佛菩萨开心开光他就灵了，这是欺骗众生啊。你们未免也太愚痴了，太糊涂了，哪有这种道理所以开光是宣说这个佛菩萨代表的意义，你比如说供养观世音菩萨，
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慈悲也，大菩萨大慈大悲，救度一切众生，这个本愿宣说出来。我们供养佛菩萨，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就要效法佛菩萨大慈大悲呀，救苦救难的这一种本愿啊。所以见到观音菩萨的形象，听到观音菩萨的名号，就把我们大慈悲心啊引发出来了。我们对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要以大慈大悲，真正去爱护、关怀、帮助。这是这一尊名号，这个名号，这一尊形象，开发我们自信慈悲的光明，这叫做开光啊！所以是借佛菩萨名号开发我们自信的光明，借佛菩萨的形象启发我们自信的光明，是这个意思啊！决定不能搞错，错了那你就迷信了啊！你决定不能解决问题啊，唯有智才能解决问题啊，这个是学佛不能不知道的啊。那至于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来给佛像开光呢？对于佛菩萨的经论、历史渊源，他所表达的意义都能够通达明了，为大家解说清楚、解说明白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绝对不在那些形式啊，按形式，每一种形式都有很深的教育的意义，都要把它讲解清楚、讲解明白啊，才不至于去向迷信啊，把佛菩萨当作鬼神来崇敬、来崇拜啊，祈求天地鬼神、诸佛菩萨来赐福，这是错误的观念，这是不正常的想法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他说现代这个密宗在全世界相当的盛行，但是有几个问题呀，使大家感到困惑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讲到灌顶啊，灌顶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接受灌顶就能够消除业障吗？密宗上师用十灌顶啊，就能够替大家消除业障？怎么样才能够迅速的消除业障？灌顶是个形式，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在其中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如果就形式上的灌顶啊，在你头上洒几滴水，你的业障就消除了，你能够相信吗？首先我要问你，什么是业障？你要把它搞清楚啊！啊，业是什么？业是你的造作啊。简单的说，你对于宇宙人生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讲法、错误的做法，这个你在这里造作，这叫业。这些业障碍了你的清净心，
障碍了你的自信值，这就叫业障。那么上司给你一灌顶，你的业障是不是就消除了？如果业障能真的消除了，你就得清净心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就没有了，你对于宇宙人生过去现在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这是真正你的业障消除了，你得到这个好的结果了。那么你灌顶之后，你自己去想想，是不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就没有了，或者你妄想分别执着就减少了，减少了也就不错了。如果灌顶之后啊，这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减少，甚至于还不断地在增加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那完全没有效果啊！而真正灌顶的意义，你并没有懂。黄念祖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就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因为他本人就是密宗的上司啊，他说了真话了。没有骗人的，观是慈悲加持的意思，也就是真正的关怀你、爱护你、帮助你，这是观的意思。顶，顶是至高无上的大法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把至高无上的大法传授给你，这叫做灌顶啊，不是拿几滴水呀洒在你头上，那叫灌顶啊。那个灌顶，你每天晚上洗澡冲凉，那个雨人的大灌顶啊，那灌得多舒服啊！啊，不可以迷信了 啊，那是表法的意思。这些以甘露之水呀来干，甘露就代表至高无上的佛法。那么大家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无量寿经是一切经典里面至高无上的大法。你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遍，不仅是阿弥陀佛给你灌顶一次，十方一切诸佛都弘扬这个法门，都讲解这部经典，你将这部经典念一遍，就是十方一切诸佛给你灌顶一次，你都不知道啊！这是真正的灌顶啊，没有欺骗你啊！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而去求密宗上师给你头上洒几滴水，你就以为是消业障了。实在讲，业障没有消除，而且不断在增加，因为你这一念心是个迷惑颠倒的心，你这个做法是一个错误的做法，你自己完全不知道，你堕入在迷信之途啊！你怎么能得到功德利益呢？你怎么可能消除业障呢？这是诸位同修必须要明了的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跟诸位简单介绍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